关于妖笛金庙之传统民间文学作品，或者电影戏剧，拢有讲起此事。本身庆寿蟠桃会，妖笛会不生庆寿，满歌献寿。继续来介绍圣贤仙女以诗文作画王庙的歌吟。妖笛金庙之传说起源十载，有关性质也在融入先民生活意识当中。历代以来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、诗词歌赋、江淮小说、艺文笔记、歌舞戏剧、赵刻壁书等，其传说故事也为人人所乐道。杨雄的甘泉赴愿，上西王庙欣然而上寿；马用的拱形送韵，立招摇之鼎舞，受王庙之碧权。富贤正多富帅，东富义清盖而下望，西王庙苏三足之林琴。东朝时人李尚韵，暂定惠山做会中诗三首，其一有妖笛诗韵。妖笛阿庙已重开，黄笛歌声动地哀。不准日行千万里，不枉好事不重来。妖笛金庙乱架，降临在台湾花莲县吉安乡北昌村，是伫民国38年岁出移头6月13日。又有一岁是民国39年农历2月18日。自西王庙圣鸾降价之后，台湾妖笛金庙信仰发展相当快速，信徒遍布全省，树立亲如兄弟姊妹宗教团体典礼。每一个西王庙仪主仪女，见面拢以师兄师姐称呼，信仰妖笛金庙供堂，拢以朱慧堂，或者圣安宫、妖笛宫、王庙宫等为宫名。在台湾将近有千多间信仰王庙的庙宇，仪主仪女尊称王庙圣号，有西王庙、王庙娘娘、金庙元君、西华金庙、太林九宫古台金庙、九龙太庙、孤山金庙、金庙娘娘、西汉夫人、西汉九宫夫人、妖笛金庙、妖笛金庙大天尊、武吉妖笛金庙，俗称武娘。在台湾西王庙、妖笛金庙，拢于农历7月18日作为圣诞千秋。以上小弟包括所有这些书籍，有得来介绍。若要介绍西王庙，讲是讲一礼拜，嘛讲袂了。啊，我是介绍那些拢是遵循啊，一讲一点钟啊，互大家了解上简单。总共一句西王庙，在道教伊的理论是讲，鸿蒙之际，迄阵啊，灯拢无，啊，宇宙袂像我条鸡卵，啊，内面有元始天龙。啊！诞生了后，元始天王像盘古公，盘古开天地，然后化成太原神庙，
两个人到玉京山中，啊，佮因两个人之气，佮来化成阳气，就是东王讲阴气。人讲阳的男嘛，阴就是女，动阴就是阴，佮诞生西王庙。这描写大概安尼，啊，有人到尾变做人格化，变做讲伊叫做姓杨，叫做回，哦，杨回。啊，这是到尾讲定讲宗教拢到尾人格化，但《山海经》伊所写西王庙。是好的散发这款的，袂说亡国迄款时期的人。啊，佮另外一本册讲，西王庙是叫做一个国家的名，叫做西王庙。这个国家是母系社会掌控所有只部落。啊，然后伊归王了，较早人拢拜祖先做灵的崇拜，慢慢拓展变到西王庙。伊的神祇拢是昆仑山脉遐。啊，到底啥物所在，即个无人敢正确。即个足侪人去到遐吼，天地遐也讲去啊，有出去起一间庙，这是咱所有只拜母娘啊，伊的信心。所以，神佛还灵感，啊，西王庙就是一个正义的代表。母系社会伊嘛是母爱，母爱是世间上伟大，疼惜每一个凡间所有只的人。啊，所以咱有信仰的时阵，像个历史讲咱所拜的神，啊，然后。伊个啥物合适对方，啊，咱一定要有智慧，唔通迷信，一定要有智慧。所以小弟坚持用着上正性来介绍，予大家了解。今日西王庙非常感谢大家支持，节目一工一点钟尔，逐工拢有诶。希望我产品多多支持。这五年来，如果若无你诶捧场，我无法度阁继续伫咱凤来综合台为大家来介绍咱台湾红心棒。有你诶疼爱，小弟认真拍拼落去做。希望每一天大家都过得非常的快乐，明天再会。